好的，各位读者们，好，请慢慢回到我们的室内演出。好的，现在大家听到呢这首耳熟能详的歌叫做双头鹰进行曲，它是一首其实是一首美国的军歌，在台湾其实我们常常听到，那我们更常听到是接下来这一首叫做什么，想想，这首叫做分裂式进行曲，通常呢就是在做分裂式，就是踢正步的时候会演奏这首歌。这首在我们的国高中时代非常的流行。为什么会听这两首歌呢？让我来介绍一下接下来要唱的这首歌。这首歌呢，接下来这首歌其实就是改编自这两首歌，然后大概先介绍一下改编这两首歌呢的人呢，是一个朋友歌手，他叫做陈永涛。因为呢，他在前几年，因为每隔一阵子呢，就有一个跟钓鱼台有关的一个议题，他就觉得很烦，很讨人厌。他觉得在列强争夺的这个小岛，为什么一定是某个国家的呢？或者某些人的呢？因为明明上面根本没有人住啊，为什么我们大家都要抢呢？那他觉得在这些岛上面，其实应该住的都是和平而可爱的海鸥跟海鸟，于是呢，他就把这两首歌改编成接下来这首歌。那这时候，我先欢迎要帮我们演唱这首歌的李布斯小丽小姐。好的，同时我也介绍上半场也一直在台上为各位服务的弟兄于谦荣弟兄。这边是属于陆军炮兵金六杰151师。好了，在这首歌的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一定要讲一下，就是说我很佩服这个朋友就是陈永涛先生。他就是他觉得大家不要抢夺那个小岛，各个国家我们都不要去寄望那边有什么石油啊，有什么东西，我们就把小岛还给那个我的仆人，还给大自然。你的仆呢？对，我的仆。好，没关系，我知道是 A 班。我在挂手机，我家万一生
乐是很棒的一件事情，可是当被拿来服务不同的事情的时候，的确就像我们前面听到的军歌，其实那么杀气腾腾的。可是我那时候听到阿涛把它改编成这么美的，每填上不同的歌词以后，原来它是可以这么美妙的，就是其实还给音乐它原本的本质这样。然后这也是我们今天做军歌的一个我自己觉得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啊。音乐其实无罪啊，但是当然音乐也可以在不同的场合、不同的人的演绎、不同的歌词底下会有不同的气氛。接下来